早晨，你叫做乜嘢名啊？我叫 Tila Francisca。你有几多岁啊？我而家21岁。你结咗婚未啊？我未结婚。你以前喺边度做过嘢啊？我之前喺印尼做嘢2年。你在印尼照顾有几多人啊？4个人。有。是，有先生。先生、太太、小朋友和公公。公公懂不懂得行的？懂。小朋友几多岁啊？小朋友7岁。你怎样照顾公公啊？帮他种粮，帮他换衣，帮他煮饭，帮他洗饭，陪他按摩，陪他做运动。你怎样照顾小朋友啊？帮他种粮，帮他换衣，帮他换校服，送他饭盒，接他放学，陪他做功课。你喜不喜欢照顾小朋友啊？喜欢。你懂不懂得煮饭啊？懂。你懂得煮些什么啊？正鱼、正鸡、正蛋、薄汤、臭菜。你懂不懂狗啊？我懂狗，我懂猫。好，麻烦你，拜拜。拜拜。